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得老男孩。对面有个老乡说他家电视机好像看不了，我们过去帮他处理一下。一天没看电视机，他说，但不行，小孩子也在家里面，啊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后来是装装那些哈喽，啊，它是有后来是装装，哎，那个我装的，有点信号的有，信号不是那信号，没有无信号，信号有就是那个房子，信号有有手的那个啥的，手的，五十多张是一个上课，我一个老在有的机子的，天上的机子，后人那里啊。有点那个小林子，我们家有点富上，富上林子。你富上一点啊？富上，那个那个姐姐，你别靠。好好好。你是帮我拿东西，我去挑着吧。这这这搞的呀？别到你家拿点啥货哎？啥货？不拿货哎？我的那个地方拿。啥东西也拿货？拿拿货，我的在这待着，我也是到底不能空拿。你叫你拿点啥货？我这老容易啥的，我这拿货只要有货是拿货。就是。行好不好啊？你要找个新的。从来从来，他不要帮忙，没帮我用。你找个新的，想去交了吗？在帮。啊。啊。好，其实二，其实三，现在列上老子。你的新上场就到那去了哈。好，就没飞呀。没有的，我这儿回家，跑去到工地了。前几天我去那个，到那儿呢，都去过了。你看他捞个头的，什么点都搞不到，我搞不到里面来哈。什么点啊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嗯。我有这个钱，我有五的个头的给你扔。不是房哪个还是么事儿？咱哪个房？哪个房？我前一开始用哪个房商量，说在哪个房容易坏，那过后来查我事情。哦。哎。我拿我的钱，你总在淘这个淘这个地方让给他扔进去了，他要看到我不骗。这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问题，我那代房子，我一直信息改变，就这个问题，老你等你也带上了，看得起我。嗯，真是开始了，第几呀？刚才说吧。刚才说。嗯，好。小弟，你们这是分不走，我正在进行。几个模样，他得几个模样，他得最后能不能搞得好？这东西不太好弄。我们那儿那个什么是当的，那也是不是吧？用是用那的，就是那儿。关键就是你在出租房里湿气多，容易坏。那个是，你是不是把电视当那儿了，还是把机器当那儿？接上和我们当那儿把线的，好不好？什么线？在那个线墙上。那边有你几点钟啊？那边是不是有的是？进到那边看看。我这里有的是类似的，我这里。要的啊，要的，我不懂这头发的这活，反正只要是在绑他的哦。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还想得了嘞。家属让我说啊。什么呀？哎呀，孩子，像成家那样子，别把那劲烧开了。他们肯定慌呀。让这个车开的，我给他修开。好了，把那烤肉那搞一下子。他这个烤肉时间长了，今天换一个。对不？啊！是。啊！你们都出来这么多天了，不累吗？好了啊，我很热，然后。
你们私自做的，可凉啊，把珍珠取过来，可凉啊，谢到现在都还不知道，喝着起来对不对啊？不干杯啊，干起，干起，走吧。老妹儿，你们这样给讨回来，真光着趴着好了。那香衣的话，咱北方都宽一点，长这儿的往前。对呀，真讨回来，讨再讨回来，别的，等那边老妹儿要不亏回来，还够人儿。好。